你以为我真的可以用吸管隔空喝光这瓶茶几吗？瓶身看起来也没有任何的毛病，其实在瓶身下方打个小洞，装上气球，你也可以做到这个魔术。你不会以为这个看起来中间高四周低的斜坡，把珠子放上去，它会从低处往高处走，是因为中间装了磁铁吧？其实这是一个视觉欺骗魔术，你看到的并不一定是真实的，真实的斜坡中间是凹一点点的。你以为这个哈利波特的魔杖真的有魔法吗？它可以控制这个稻草人凌空漂浮起来，实际上这个稻草人上面有一根隐形的丝线在吊着。当你以为这个黑黑的骰子真的会瞬间爆炸成八颗小骰子的时候，其实它的秘密在这个盖子上，有一个骰子样子的外壳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怎么才能快速的把这个圆环从弹簧上解下来？其实只要用手遮挡一下，它就轻松的解出来了。把圆环套进去，再遮挡一下，它又锁上去了，因为这个圆环被我拧转了一下。